总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近照，并配文：过去这几天在香港与朋友和家人重新联系，我已经在香港生活了20年，已经建立了一些非常深厚的友谊。在过去的3年里，我只去过几次香港，所以我非常想念他们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照片中的他打扮休闲，留着圆寸发型，与亲友合影，笑容十分灿烂。在他的自拍照中，吴彦祖秀出正脸，然而较高的发际线却更加抢眼。有网友留言称，还是留长发吧，头发稀少啊。而也有网友自砍表示，吴彦祖脱发后还是吴彦祖，而我脱发后只是秃子。芒果新闻网友评论内容过于真实呀，不当。